就看着他下雨下雨就是得不累了然后这一点皮肤也안녕하세요이민호입니다민호씨멋져요우선너무감사하단말부터해야될것같아요아직부족한그것도타국의배우인저에게보내주시는사랑도감사한데또이자리까지함께해주셔서정말너무너무감사드리고감동했습니다감사합니다저역시여러분을만난다는사실이큰설렘이었지만어떻게해야여러분께즐거운추억을만들어드릴지저에게이번팬미팅은새로운시도와큰모험이었습니다배운다고배우고열심히해보려고도했는데어떻게오늘즐거우셨는지즐거웠어요잘모르겠어요하지만여러분들의큰사랑으로만들어주신오늘이시간저는지금너무행복합니다저에게는평생아름다운추억으로기억될것같아요이짧은만남을뒤로하고이제다시여러분과헤어져야하고또비록서로가멀리떨어져있지만항상제게위로가되고용기가되는여러분들을위해서더열심히노력하는배우그리고연기로보답할수있는그런배우가되겠습니다제게주시는여러분들의넘치는사랑지금여러분이있기에제가또지금이자리에서있다는사실잊지않도록하겠습니다오늘저와의만남이여러분에게도평생간직할수있는아름다운추억이되길바라고우리또만날그날을기약하기로해요여러분고맙습니다항상행복하세요고아이大家
感不感动？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可能大家不知道，其实李敏镐平时是他不会弹钢琴的，他是专门为今天见到大家去学习的。刚才弹的好不好？피아노예전에잘못쳤다고들었는데일부러팬미팅을위해서예배웠다고하셨네요아피아노를아직다배우진못했고요、네、그냥저곡만、네、연습을했는데좀더느낌있게원래잘쳤는데、네、그거에좀모자란것같아서너무잘했어요아쉽습니다他说确实我以前没学过钢琴，就是为了今天跟大家见大家呢，所以专门去练了这个曲子，然后本来能够发挥得更好，还是有点小紧张，不知道好像弹得并不是特别好。没有，我们觉得弹得很好，是不是？굉장히잘쳤다고합니다아닙니다그피아노를조금이라도치시는분들은굉장히쉬운곡인데사실좀어려웠어요 저한테는他说如果是平时练过钢琴的朋友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曲子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难的曲子哇其实我们大家都有看到李敏镐的努力对不对굉장히많이노력을하셨군요所以说其实呢今天敏镐站在这边跟我们所有的中国的粉丝见面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因为你看这么多的人都是专门来看你有很多从外地来的是不是오늘기분이어떠셨어요오늘팬분들은상해뿐만아니라중국전국여러지역에서멀리오신팬도굉장히많이계세요일단시간이너무빨리간것같아요굉장히지금거의한30분정도밖에안된것같은데벌써클로징멘트라니시간이너무빨리간것같고저는즐거웠습니다그래서정말여러분들도진심으로오늘이즐거웠길바라고또즐거운추억으로남기를他说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我觉得好像还只过了不到30分钟没想到这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了那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呢真的是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间我很开心的感谢大家来看我其实可能刚才我和翻译刚才上来的时候有小讨论一下就是我们不敢上来就说其实你知道演出其实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接下来你知道吗因为今天敏镐带来了非常多的表演接下来他要带来更好看的表演是不是对거의끝날때됐지만그래서민호씨는팬들을위해서특별한곡을또준비했다고들었습니다네또이제새로운곡을여러분들께처음으로들려드리는준비가될것같아요今天呢大家有机会听到也是首次听到我的一首新歌哇天哪那看来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不过呢这首歌曲呢可能唱完之后这轮表演之后有可能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说我们能不能在这边让李敏镐说一下他的心里话真心话看到大家的心里话好不好팬분들에게하고싶은말씀있으세요네하세요네일단오늘이렇게먼곳까지또와주셔서너무감사드리고요오늘정말너무나보고싶었습니다여러분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从很远的地方有些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非常的感谢大家我也一直都很想见大家今天终于见到了네여러분들의큰사랑이있는한계속해서좋은모습으로여러분들에게보답하고또찾아뵐거고요날씨가많이중국도추워진것같은데감기조심하시고늘행복하세요那我觉得大家这么喜欢我也会用更好的演技来报答大家对我的厚爱还想说天气开始变冷了大家要多穿点衣服小心感冒哇这样其实我知道大家现在心里可能都非常错综复杂我特别能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送给他一份礼物好不好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一起大声地说我爱你敏镐好不好但是我们要用韩文说好不好大家会不会说韩文我爱你啊他是
现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我们待会儿给他个惊喜好不好？我喊一二三，大家说我爱你，李敏镐，好不好？好。好了，好了 ，2, 3。谢谢。非常厉害，我爱你。大家听到他说了吗？他刚才说啥？重要的内容，他是哪个？我爱你。好了，那最后话不多说，想不想听他的新歌？想。那接下来就赶紧有请我的李敏镐带来他的新歌。네들려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예열심히물좀잠시